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剪还原精华吗？你是希望我自己再下一次是不是？第一个小朋友嘛，会已经连吧？续了四次了，每次都在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好的，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广告回来就好。哎，敲你哦，敲爆你哦！小镇的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没了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有任何的失误。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开到几点啊？繁星大大，好啊，不然就开到现在咯。嘿嘿，没有啊。大海，这有办法一天玩完吗？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哎，有东西可以拿。相机。其实相当不容易。道具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演唱，还唱得这么的好。两个人的实力确实。模糊照片看不清楚，那我自己再去拍一张。好的，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跟你们说，我如果在家里墙壁画成这样，我一定被打死。就算我再会画画，画在墙壁上，我一定被打死。而且这种抓起来摔的那种打哦。哦，这个位置动了，然后乐乐少一包。我靠，手机怎么跳出来？对啊，不用，没关系，反正会有记录档啊，再去看就好了。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好的，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广告回来就好。我的梦想是当小明星，因为我的妈妈是大明星。妈妈唱歌的时候，我会跟着唱，爸爸妈妈就会说我唱得很好听。这押韵吗？希望可以。在电视上唱歌给所有的人听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有上去才艺班，也常常参加歌唱比赛。拿到哪里了？看纸的啦。歌唱比赛，爸爸说只要努力，大家就会听见。我还想要陪爸爸妈妈一起玩，我每天都很忙。等我长大以后，我要每天带他们出去玩。哇，格力弗雷格。哇，这字幕超有年代感。你们也会这样敲弹珠吗？我会啦。你看，我把旗袍找出来了，洗一洗应该还能穿吧。赖导他答应了，他说现在还来得及加个角色。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我想到嘴巴好恶心。不是说过了吗？房租水电都快没着落，要想办法呀。这样家里怎么办？小孩不顾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不是嘛？家里不会怎么样啊，家里我还是会顾啊。好，我再去跟他说，不去就是了。哦，现在我是小妹妹的视角，因为家里爸爸妈妈在吵架。我刚刚不按的话，嘴巴会一直出现。我就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啊。钱我会处理，男人的事你不用管。嗯。什么叫做男人的事？两个妹妹，你算什么男人啊？然后再讲。你整天窝在家里，好手好脚不出去工作，写那么多，还不就赚那几个钱？拜托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那种剧本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扯这些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哇，好像我现在跟兔子的关系哦。反正我的图，我的影片就是没有人要看。你如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你不要乱花钱就没事。怎么不看你自己啊？你买那台那么贵唱机做什么？给谁看啊？有事没事就买那个手表茶壶，还有那一条贵的要命的鱼。够了没？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每个月一包一包的在给。你要不要连菜钱都给他算了？你莫名其妙，搞清楚，要是他的保佑，今天没吃个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好啊，钱都给观音好了，全家人都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好了。好，我们家里
啦，也不是，也不是我跟我跟兔子啊，哈，这只是很符合我现在的感觉，感觉我就过气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上面是不是加梅子啊？海苔加梅子，酸酸甜甜又咸咸的，阿哥啊，就是梦梦。你看兔子也没有乱花我的钱啊，我们都是去吃大餐，有的没的，比较花钱是补补啦，他花的不手软呢、欸，所以我要赶快赚钱养他们。虽然曾经我们在一起时是他说好要养我，可是。还是一样是我养他，只是他突然说不养我，就觉得很难过，跟当时讲的不一样，我就很难过。唱片找丢了，我是不是有唱片啊？唱片，不用唱片。现在在干嘛？在玩还愿啊。我靠哟，想什么声音是从后面来的，原来是他哦。啊，声音太大了，我刚想说是我听错吗？怎么声音从后面来？怎么了？为什么难过了？我不敢看，天哪！不要啊！我就知道，而且他怎么屁股下面做一个皇冠啊？不会痛吗？给唱片还我，我还没听啊。哦，这该不会就是那让他有一次贴一个录音档给我听？哦、这个、欸，然后杀死，杀死。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哎呦，我怎么想到可可夜总会啊？天啊，好像哦，这是眼睛哎、欸！哇啊！开门吗？不行。打火机。哎，外面子要出来，外面子要出来了。六分，七分题。新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SSR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、七颗星，红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。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85。那之后就说啊，我可以给你钱呐、啊，然后你用我的钱养我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的分数也已经统计完了。然后兔耳眼睛一变红，马上就来揭晓。我们卫冕者是要喷火了吗？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。被剪破烂，感觉又是一个家庭不美满的家。我们来看挑战者所得到的新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。不过我至少不会乱花钱买红龙啊。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化身降神，神降，对不起，农夫造大蛇，将他的肉身酿成药酒。小沙弥喝了药酒后真的恢复了健康。此时慈姑观音大士降临农村，姑观音告诉小沙弥的与农夫，他感应到大蛇的善举，虽为精怪却愿意牺牲奉献，于是收服大蛇为护法，往后再救度帮众生，身边必随行黑白相间。哎呦，感谢发喽！我以前看的是五等奖啊，应该没了吧？我们走吧，没事了，走。
繁星架的点点要睡咯，他应该是睡了啦，不然他现在早就在聊天室打字。梦想起航。哎、欸，没看到。哇！哦，我以为这个是脸呢、欸。要走哪里呀、啊？走回这边。走完啦、啊。好像走。嗯？要放什么吗？道具。打关了。那影像机也不像啊，好好好，哎、欸，卡关了哎、欸，刚从来，再走一次，要跑几趟？哦，所以我卡关了。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74年6月13日，家里很无聊，电视都放着一样的东西，我生病，所以不能请假。我去看了很多医生，但是都没有好。血肉部同学都有血，因为我负责为爸爸的喉咙，其实很可怜，房里被关起来不能。干嘛？闹钟。没心的小局长。夏露，我跟你说，爸爸又骗我了。说好今天要出去玩的，就突然说不能出门。我这病明明就已经好了啊，明明说好今天要带我去阿里山的。有。哦，这边还有，哎、欸，这好像那个杀手，杀手那种死神，那跑酷游戏。还是进去好了啦，我要带我的布丁出去。哇，自己出门哦。还有爸爸的皮包跟妈妈的帽子，我都要带走。爸爸的皮包，哈哈。哇，还不被摔死，天啊！哇，这边还有窗户。把钥匙藏在哦什么盒里？弹珠盒里。司马开门！哦，红龙哎。
他又很拗，妈给的维他命他都不吃。唉，至少他今天有乖乖把医生开的胃药都吃光。哎，怎么所有的药都不见了？拿去喂鱼了吗？不是吧？哇！他把药拿去喂鱼了，哇！所以我现在是扮演那只红龙哦。哇！晚安晚安。会把红龙把药吃光了。哇！你怎么死？不要死啊！安住不远。哇，这妹妹也真是猛欸。啊，今天放假，爸爸说要就会带我出去玩，但是爸爸后来又骗人，爸爸每次都说话不算话，我明明都乖乖吃药，我也没有怪爸爸妈妈们。爸爸又买了很多健康的药，可是。哇，他没有分段欸，可是我不吃药，吃了又不会好，说好吃药又可以出去玩，最后都没有，爸爸都骗我，我不吃药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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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我不要吃，我不要吃，这样没分段欸。哎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呦，黑的。欸，我觉得鱼很可怜，很贵欸，几万块的欸，几十万都有。我记得红龙好像是九万块到百万都有。啊，这个是，都是豆腐。你开了吗？这样，来这个。我们去拿他的钥匙，不是钥匙，拿那个。他不是说钥匙藏在罐子里？不，哎，进不去。没有哎，钥匙。感觉要回来这边，我记好，这边是最右边的。好，我先拿到钥匙，在最右边这边。再来咧，继续走中间。欸，他玩这个。对于小女生杜新梅请假频繁事宜，在此声明本人相信主也在电视美心才华洋溢，大有可能。哦，干脆叫他不要脸，不要读书。欸，我要玩。欸，我不能下来，不想下来啊。欸，刚是有脸。我追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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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追上了。我的滑鼠现在转。欸，好晕哦。在衣柜，可是我衣柜打不开啊。欸，好，这边我们再来换这一间。在衣柜。这一间是虎年欸。贵。不对，我就是要去隔壁那一间。现在还没更新到，我隔壁那一间。晚安，晚安。
觉得我要不行了，没有啊，我还很开心哎。来，我们来这间。好、哦，是不是？我感觉这边就有主线剧情了。为什么一个恐怖游戏被玩那么好笑？我觉得很难了哎，要把它玩得很好笑很难哎。对，哎，还是，对啊，这间是刚来过的啊，对吧？没有东西啊，哦，衣柜，哎，你在里面对不对？我知道哦，嗨，解谜，认真。要有弹珠啊！弹珠，我知道这个。看一下哦，然后走这里。你们不要觉得这很简单，我觉得它很难，有点微微难控制。哎呦呦呦呦！给我下来！我明明就滑了，吼！进了，哇！这只有钥匙哦。彼得，还有什么？好啦，谢谢你啦，我们走。打开，叮，被夹昏了。来，请说出您的感想。对呀，你想进来？再来说是去打开行李箱嘛，对不对？行李箱我来了吼！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快？怎么那么厉害？你好棒哦！使用道具，爸爸什么布什么？爸爸布手信，爱与花取得道具。还有什么可以拿？蓝白托，这是水壶，这个是竹蜻蜓，养乐多大房里面，哇，酸掉了吧？